谢谢谢。辽宁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谢谢谢谢，特别开心啊！我们是第一次来的，我也爱你啊！很找不到，我感受大家的热情，谢谢。哎呀，好几个大哥都爱你。要不我给大家磕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刚发的红包，可以。不是，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！太激动了，感觉很多人都爱我，谢谢谢谢。你看这大姐了，那大姐爱你啊！我觉得你们俩好有夫妻相啊！谢谢，我得说话，我得说相声，我是拿了钱的，好吗？说这干嘛呀？谢谢。嗯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好啊，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岳云鹏。是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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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的搭档，他叫孙越。哎，是我。啊。都赖这个抖音，都赖这个抖音。赖干嘛呀？导致捧哏的比我们逗哏的红多了，现在。平复一下心情。对，我先平复一下吧。来到这个聊台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一回啊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是希望大家来年大家都跟我一样啊，拥有超高的颜值，好不好？有些不开心。不是，我这是祝福啊。您这是祝福，您不是威胁吗？这不是这跟你这模样不就毁了吗？那不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，哎，对，都能够开心。是啊，我呀，此时此刻特别开心。嗯，我想给大家高歌一曲，我唱个歌，哎，哦，给大家唱一曲。我是一个有立场的演员啊。四环多一环啊！我少一环。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唱？不是你们自己唱就完了，你叫我干什么？你得起头啊！这是，我给大家唱一个关于沈阳的歌曲。哦，这沈当地的，哎，刚才看这两个洞里有叔叔阿姨，这两个洞里不是，别指别指别指啊！哎，还真像洞里的，你看这个，大家唱了很多这个沈阳啊，沈阳，我的故乡哈。沈阳虽然不是我的故乡，但是我此时此刻特别想奉献一首歌曲，唱着沈阳，表达一下沈阳，好好爱沈阳，好吗？您来您来您来，谢谢。和我在沈阳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哎，有点有点，你会挽着我的。你停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这是沈阳，这是成都啊。来到沈阳就得唱沈阳啊。哦，这到哪儿都能唱，入乡随俗吗？那到哈尔滨呢？哈尔滨也能唱啊。您唱着。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，嘴还真快，我看。那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。行，你。和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。哎，正好正好正好，布宜诺斯艾利斯。哪儿？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我说的都费劲。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注意听着啊，您来。和我和我，我不去。哎，都不打算出国了，就别瞎唱。这是这种心情嘛？是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们唱两句，大家每一个人都洋溢着笑容。哎，对了，说明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现在生活好了。哎，对，每一个人都很幸福，幸福指数高。什么叫幸福呢？您说，就是平时你有梦想的话，梦想得到满足时的状态就叫幸福。哎，对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幸福。是，尤其是孙老师。我怎么了？特别的幸福。我哪儿幸福？而且很有钱，家里。对了，有的人说相声说。小月，你说相声是为了赚钱吗？是吗？当然是。
实话实说，你家这。但是人家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。我行。本身家里就很有钱。家里趁点。人家那个房子，特别大。多大？多大？几万平米。你不用惊讶，几万平米万平啊！院子当中两趟高速公路。我们家。其中有一趟高速叫富宝高速。富宝，这哪儿到哪儿？就你父亲到保姆那屋。你等会儿。就是我爸爸离不开人儿。对，他小时候也有钱呢。我有钱呢，肯定。他小时候有钱到什么程度啊？您说说。手机充话费。上那个营业厅，服务员，你帮我充一下话费。说先生您充多少？多少？帮我充满。充满话费，帮他充满。太狠了！他小时候上那个超市走超市，哎，怎么了？别动！服务员，过来、就是我能看到的，怎么样？全要了。我这太能花钱了，我有钱吧？败家子儿，我幸不幸福？这倒是挺幸福。这是家里有钱人，孙老师的婚姻也很幸福。那是啊，搞对象搞过好几个。您说这干嘛在这儿？我想各位问一下啊，搞对象有超过三次的举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你受过什么伤啊？这是？大哥，关键是俩人一块儿举手，怎么了你们俩？哦，那有超过三次的啊。这些朋友们有吗？有。哎呀，又。阿姨，你就算了啊。还挺激动，阿姨。能不能给个镜头给个阿姨？对有。平复一下我的心情。你那么开心干嘛？突然间特别开心。孙老师搞对象就好几次。我这个坎坷。他小时候那叫什么呀？那叫小时候就结婚，那叫英年早婚。你们知道吗？英年早逝。不，这早逝也不对，就是英结婚比较早，就是早婚，没有英年啊。对，好难说。就是结婚很早。早。小的时候那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指腹为婚。哎呦，过去有。他父亲有钱呢。有钱。哎，一指一个妇女，你跟我儿子结婚。指腹为婚。那我爸爸是给我指的吗？那个。就给你指的呀。没听说过，别指这妇女呀。啊。指这妇女，这个腹中的孩子。腹中的孩子。对了。在娘胎里就配好了姻缘。哎，对呀。这叫指腹为婚。是。当然那个事儿没有成功。没成功。后来他上了高中。职高。就开始这个找对象了。谈恋爱了。谈恋爱了。是。他喜欢上自己同班同学。那时候都解一个班祸害。哎，一个班同学。他那个同学呢是一个排花。什么叫排花？就是那一排他最漂亮。哎，对。还挺小众啊，排花是那姑娘坐第一排，她坐最后一排，都差着呢。这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异地恋，还挺有距离，单相思啊。是是是，每天就看着人家隔排相望，看着背影呗，就喜欢人家。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给人家写情书啊？那个时候讲究这个，那会儿也不太懂啊。啊，就是写了几个很浪漫的词，越简单越好。我要娶你，多直接，性命性。他的意思是想拿生命去爱人家。你没有这么说话的呀。写了一句我要娶你性命，这吓人的。姑娘看完害怕了，走了。那还不走，没告我就不错。转学了。赶快走吧。这个事儿呢又没有成功。是是是。后来呢就上了这个动物园。 上班了。工作了，上班了。对，动物园养大象。哎，很多朋友都问我说，孙悦，动物园养大象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那谁问了，我都纳了闷了。很多朋友都问呢，孙悦养大象，这是真的啊？这是真的。大象是越来越瘦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他越来越胖，人家吃不惯那玩意儿。在动物园开始学习什么呀？网恋，啊，那个时候网络发达呀。有没有网恋的朋友举手，我看看。看你们哥俩够丰富的呀，活着。我说你俩是不是托儿啊？对啊。我可没找你们俩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学习网恋，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。那时候都讲究这个网名，特别的好听。什么名字？叫给你一张过去的 CD。 这名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这名太长了吧。网名，过去网名很长的。哎呦啊，起了一个很长的网名。歌词啊。过了没多久，在网上发现一个姑娘，名字也很长。
什么名字？也很好听。您说说。叫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。哎呦，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，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。这是我那下半本啊。这大哥说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因为爱情》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两个人就开始书信往来。这寸了，这个就给人姑娘写信。是，信是这样写的啊，写信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，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。你好，就这你好有用。我是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我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，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。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。嗨，多费劲呢、啊、这玩意儿。那你觉得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、哎、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，这个名字好听吗？就别问了，就这寄出去了。这都寄出去了。姑娘看完信给他回信啊，信是这样写的。姑娘怎么回的？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哎呀，你好。哎，我是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、哎、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、哎、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觉得什么？给你一张过去的 CD、哎、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，没 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，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好听。就别捧了，互相来。那你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，这谁写的相声那么难说呢？怎么多费劲呢、啊、这个我写的都费劲，我觉着。总的来说，这两个人配成了美好的姻缘，对歌对的，结婚了，多好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就是幸福啊！送去一份祝福，是是是，希望你们百年好合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岳老师，说我半天怎么叹什么气呀、啊？嗯，你这样人怎么样啊？我呀，啊，你这样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这样人可能就是单身一辈子。凭什么？因为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吗？对，就你这样。像我这样的人太寒碜了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还舔着脸唱。哎呀，不是，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观众啊？怎么？不，现在对你是全国统一啊！咦，都会这个了啊？是是是啊，您是统一的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我怎么没瞧出来、啊？本该灿烂过一生。怎么二十多年？你多大岁数？怎么三十多年的？这没人没有可信度。怎么四十来年？哎呦呦！哈哈。怎么六十来岁的？哎对。您这一生是挺灿烂的啊。还在人海里浮沉。哎呀。像我这样聪明的人，聪明人不是自己多大岁数？我不唱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别唱了啊！观众都累了。早就告别了单纯，哎呀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？怎么还是没有一段情？没有。哎，就是。本来过年了，哎呀呀呀！过年了，不想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，让大家谁让你说了不开心？不是你怎么不开心？你说说可以。我都六十来岁了，到现在你说清楚了，我只能说六十来岁了。对，我到现在依然没有收获爱情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什么？到了爷们就算了。哎呦，这阿姨，这阿姨冲我比心。你看这阿姨哪儿都好，就是有胡子。算了啊，先让我把相声说完啊。对，完事你们单联系啊，还有三分钟就能说完了，再联系啊。你说难受不难受？我没瞧出你难受来，我脸变得太快了，这也。我们家可能条件比较不好哦，不如我们家。刚才说他们家很富有，嗯，我们家特别的贫穷。哎，你说说，就这么说，我们家五口人，嗯，就住六平米。五口人住六平米，嗯，那均下来还负一平米呢，公摊面积。哎，就嚯，这买什么房一平米的公摊面积？
你说怎么住？五口人怎么住？那得住啊。哎，大家见过上下铺吗？学校啊，学校有吧？对对对。见过上中下铺吗？火车，火车上有吧？对。这怎么改群口了？怎么回事？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？超市，超市的货架子。超市货架子。嗯。那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？那冰柜，五层的，凉快。你说相声你怎么这么幽默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听出幽默来了。我们家就那么住哦，五层。那这怎么安排这个？爷爷住第一层，奶奶第二层，父亲第三层，母亲第四层，你呢？最上铺。你看五兄弟，别看这样啊，嗯，依然很甜蜜。这还甜蜜呢？有的时候我爷爷还给我奶奶唱歌呢。这就隔着一床板还唱呢啊！睡觉前要唱一首歌才能够入眠。哎呦，嗯，真浪漫。我爷爷这么唱的。你爷怎么唱？我对你有情，你对我有意，别让爱擦肩而过。哎，怎么样？老头年轻时候多不正经的。我奶奶唱了。奶奶唱什么？油嘴滑舌，甜言蜜语，哎，我听过太多太多。哎，真甜呀，啊，这俩人。哎，我父亲也唱啊。啊，你爸跟我母亲唱。是。你爱我吗？哎呦。我妈说当然爱了。哎呀，就剩我一个人在上铺凌乱，你说我难受不难受？这多受刺激，这个。那可不是吗？那你也交女朋友找去。不行，我这个人比较腼腆，比较内敛，比较含蓄。说实话，你自己怎么写的词儿？这词儿你自己信吗？这玩意儿我当然信了，这就是我的事儿。你怎么含蓄？我今天你说，我这个人特别的腼腆，不好意思，也不会搞对象，是吗？像什么现在的社交软件，我都不太会用，是吗？什么甩一甩了附近的人，那漂流瓶我都没有听说过，我都。哎呦，没有听说过，你记得可挺清楚啊。我都不会。哎呦，不会这是不会吗？这是朋友推荐我说你甩一甩试试。啊，对呀，万一甩着个人呢？甩着个人，对不对？来吧，用手机甩一甩。啊，对，得用手机。打开自己的定位。哎呦，你看人家教我的，我不会啊！哎呀，那是一学就会啊，你是，嗯，咔咔咔，这是不会吗？声都学这么像，这玩意儿，甩着一个，甩着一个，谁呀？我听听，男科医院。哎呦，行，以后不着急啊，咔咔咔，这个，哎，这个长得还行，这好看，但是离我太远了，多远？离我十万八千里。哦，对，孙猴是吧？我甩着孙悟空了，那这十万八千里嘛，这甩太远了，不行，这个不靠谱。嗯，朋友又推荐我什么呀？附近的人试一试。哎，先看看附近的人。我不太会啊。哎呦，打开手机，中间有一栏附近的人。嗯，然后右上角点开，只看女生。我不懂啊，我不懂。您比我还会呢。嗯，那天我一共加了五十多个人。你可以了你，但只有一个人通过了。哦，就一个通过了。一个通过也行啊。那，哎，有意思呀，对不对？我得跟人聊啊。聊聊。嗯。还发语音还得，你瞧这模样，叽叽嗦嗦的。你好，啊，哎呀，发送出去了，是是是，对方回了，哎，当啷回来了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听声还挺嫩的。你好，嗯，家里都有谁呀？你干嘛问人家里都有谁啊？万一人家家里人，万一结婚了，对呀，不合适。哦，是不是？问清楚了。对。你好。嗯，我家里人很多。人多吗？有老伴儿。老伴儿？有儿子，有媳妇儿，还有孙子。我孙子住上铺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换头像了？哎呀，这老太太没事闲的，这是。我奶奶也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。你就赶快删了吧，就别剪。删删删，换一个啊。哎，重摇。又通过一个啊。嗯。你好。嗯。老嗖嗖的。哎，当啷，人回来了。啊，这怎么样？你好。啊。你好。啊。你今年多大岁数？我还没松开呢啊。宋老板，你跑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等等。你问人家岁数干嘛？看看这跟我的岁数合不合适啊。哦，合不合适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哎，当啷回来了。
我今年29岁。29岁。29岁啊，还行，反正比你奶奶年轻啊。合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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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那个你搞对象了吗？这么直接。哎，请。哎呀，难为你。呵，等回来了 啊。这就回来了啊。我还没有搞对象。哎呦，你搞对象了吗？合适这个。我也没有搞对象。这都。多合适这个。哎呀，这我太开心了。是是是。他没有对象，我也没有对象。这聊聊啊。接着聊下一步，我不太会了，怎么办？你听我的啊。哎，先看看对方长什么样。看照片。对呀、啊。姑娘。你要照片。姑娘，你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看？哎，对。搜。都是搜的。一会儿当啷啷当啷当当，哟，这回来好几点，连着来了三张，哟，三张照片，哎，三连拍是吗？哟，一个比一个美，还挺时髦，就是那么漂亮，那多好看、啊，就是那么好看，是是是，这我得非礼他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？流氓吗？这不是，不是有那么词儿叫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。对呀，我得给人家回个照片、啊，回张照片，回张照片，给人家回个照片，你看他什么反应？嗖，对，发过去了，看他，看他。不到一秒钟，那信息就来了。同意了，肯定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人！哎，你活着是一种罪孽。哎呦，你去死吧！不是骂什么，连着骂了我三句，你说这太不像话了，干什么这是？这不像话，这个啊，没有这么骂街的。再说你也不对啊，我怎么不对了？太笨了你！怎么了？这哪有发自己照片的啊？你发我照片，我发你照片，你发我照片，我发的就是你的照片啊！你发的就是，去你的吧！